工作时间，请不要打扰我们。不是，你俩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们的工作就是玩游戏。就你们这样，你们对生活还有期望吗？当然有。来，老爸，你说一说你的期望是什么？望子成龙。听到没？望我成龙。老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，让你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享受荣华富贵，实现你的望子成龙。好孩子。老弟，说一下你的期望。望父成龙。不是，老爸，你望我成龙，我只是觉得我成不了龙，所以我望你成龙，你成龙，我们一样可以过上无忧无虑。老妈，滚！老妈，你今天有点怪。怪什么怪？你想死吧你！怪好看呢。I see your monsters, I see your pain。儿子，有什么事说？老弟，我能不能别烦？老弟，出来，我有件重要的事儿跟你讲。说，什么事？帮我把衣服洗了。我一拳我就给你，拍死！你呢？洗衣服去了。大妹妹洗什么衣服？老妈叫的。大妹妹叫洗什么衣服？我们的双排，你的双排有装重量吗？知道吗？老爸，你别不开心啊，要不玩玩左下角领分的游戏？你能不能滚？要不这样吧，老爸，我给你学个猪叫，你开心一下。爷最好，爷最好，你学，你学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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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啊！我操！老妈，老妈游戏都玩一上午了，是不是该管管了？我的肩膀一碰就疼，我还管他？别玩了，老爸，快去看看老妈。老妈肩膀一碰就疼。你妈别动，滚！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越来越疼了，我感觉我都不能动了。那就让你妈别动。肩膀痛就别乱动了，老妈。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。爸爸。老妈说中午不让你吃饭了，但是我有办法，你可以让老弟陪你演一段苦肉计。老妈，劝你不要老爸吃吗？老爸，这饭还是你吃吧。儿子，你正在长身体，你吃。我不饿，你吃。你吃，我也不饿。你俩都别吃了，我吃。还给我演苦肉计。就你们这演技，吃屎都难。老婆，给一次机会吧，让我们再演一遍，绝对让你感动。最后一次。老婆，这饭还是你。好嘞。有很多人说你牙缝大。谁说的？你要是想证明你自己，你拥有牙缝。嗑一下瓜子，来，别笑，我就这一个牙缝大，那你再用其他的试一下。来，哎呀，得了，也是。我还有种办法证明你牙缝小，喝口水，牙缝越大，漏的水越多，漏了一点。你要干嘛？补牙。你长这样补补无所谓的，有时间还不如玩左下角领分的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。这个周末我妈带我哥去相亲去了，山里
就因为我哥在，我从来没有过过一个开心的周末。今天我要记录一下这个周末我过得有多快乐。老妈，起来了，别睡了。老爸，别睡了，赶紧起来 happy。 今天老妈跟哥都不在家。此屋不给进，门锁已换，别想玩游戏，请配合哥哥妈。大家看到没，这就是我哥干的事儿。有这样的人吗？这种人他配？不要吵，让我进去。还进来了吧？这是给你们做的鸭血粉丝汤，中午记得热热吃。亲爱的妈妈，还是妈妈好，你有这么好的老婆，你要好好珍惜。你看看妈妈多好。老爸，这是红砖。老爸，老哥给我发信息了，说什么我们在家肯定很生气，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歉意，给我们订了火锅。结婚？他说是什么九宫格火锅，九种口味，九种菜肴，位置都给我了，离我们家就几百米。哟，我怎么感觉越走越不对劲呢？哎，这里有火锅吗？这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啊？看到火锅牌子了，又到了。榴莲喝猛牛，营养你要强。老妈，你是不是不给老爸喝酒？你说呢？但是他昨晚喝酒了，而且他还喝醉了。不可能，他不敢。那你就错了，老妈。老爸昨晚肯定喝酒了，而且还喝醉了，不然他不可能把冰箱当成鞋柜。不要，哎，不要，你疯了。我两个星期没有玩游戏了，我要玩。面对现实吧，你是玩不了的。我去，老弟，你真是绝了，这样也能玩。老爸，你昨晚喝了多少呀？冰箱当鞋柜。我现在酒量有那么差吗？老爸，跟你说个正事，老妈中午要房，你不能吃饭啊。你让他罚我试试，我一拳就把你妈打回了。吃饭啊，老弟。吃个屁呀、啊、吃！一点小事也没。我是待不下去了，咱俩就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有话说是吧？一个一个说。老弟，你先说。不给老爸吃，我也不吃嘞，饿死算了。哎，等等，你说话，老爸。给我吃碗饭，谁动我一下试试？老妈，等等，你说话了。我觉得应该轮到他说话了。还有心情玩抓脚领分类的游戏啊？其实老爸，看你没吃饭，我挺心疼的。这次我打算帮你。老爸，你是该在老妈面前证明一下你自己了。我已经忍你妈很久了，我也是。